好了，我播喽。啊，按鼓吧，先放着。它是快的哦，我先哦。准备哦，花宝花宝花，真快。摸摸。啊，再一次哦。花宝花宝跑得真快。对，换我。花宝花宝跑得真快。答对了，下一个，我先。老老。两个长长耳朵是谁？兔兔子，所以注意喽，兔子兔子多长长，兔子兔子多长长，行不行？兔子耳朵长长，换你。兔子耳朵长长。那这一个的是大象脚脚很笨重，大象走路。对，太远。好，你敲。大象怎么走？大象跑，他是谁？蜗牛，蜗牛跑得真快。蜗牛哪里乱？把你晕倒。来，请看好，预备，老老蜗牛，好，你敲，拿这个，好，你敲，拿这个来敲，老老蜗牛，会不会？老老瓜牛，换你。我的头撞到。哎呀，你撞到，换你。哎，这个是大象。对，它是大象，对，因为大象脚脚很粗，黑黑脏脏的，嘣，很大一个大象，大象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表演大象给我看。哈哈哈！好，你懂了，来，那我们要来准备配音乐。怎么会有两个？你怎么会？好，我先哦。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先哦，准备。大象走路不能敲，结束。然后你，大象走路，哈哈哈！路不能敲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来。第四个不能敲，不能跳哦，来准备哦，二三，大象走。路不能跳，结束，换你。大象走，停在那边。路，变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厉害。好了，请敲。